定去医院，好让医生验一验。反正我有保险，就别浪费保费这笔钱。医生对我说，别担心太多，放心让他好好地去摸索。住院一两天，仔细验一验，打针抽血 CT Scan 全都得做。住院时他把单给我，吓到我三魂不见了七魄。住那两天要丧尸钱，医生便对我说，反正有SHIELD plan 还是 private plan， 加 rider 不必花一毛钱。再过三十天用你的新 plan 回来，让我再帮你验验。一年后的某一天，保单到期要交钱，保险公司心里写，去年营业他们又亏钱，所以从今年保费又再起一些。为什么亏钱我们得补贴？医生对我说，别担心太多，放心让他好好的去摸索。住院一两天，仔细验一验，打针抽血 CT Scan 全都得做。出院时他把单给我，吓到我三魂不见了七魄。住那两天要丧尸钱，医生便对我说，反正有SHIELD plan 还是 private plan， 加 rider 不必花一毛钱。再过三十天用你的SHIELD plan 回来，让我再帮你验验。反正有SHIELD plan 还是 private plan， 加 rider 不必花一毛钱。再过三十天用你的SHIELD plan 回来，让我再帮你。